of the very bad road in the world. 堵堵路会长这么慢？妈的，在烤箱里啊！这真的是我待过史上最热的地方，这根本就外太空！我到底来到什么地方？小象，欢迎收看《小象一出门》。我现在到 Samara Airport， 你有看到我眼睛张不开了？极大之太阳的地方，要去非常知名的 Danakil， 然后我们还要去看火山。然后我们现在呢，导游跟领队换了。Only me is okay? No, okay, sorry. Hi， 各位，我们现在来到机场附近的一个饭店里面了，因为刚刚呢拍影片突然一个被中止，因为在这个地方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个区域。我现在来到伊索比亚最恐怖的战乱区，虽然现在战乱已经平定了，但是很多伊索比亚当地的人只要听到我要来到北伊索比亚，他们都会说 What? That is dangerous. 但是我就是很想要去，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就是要来去他们这边很恐怖的地狱之门阿塔雷拉。然后我刚刚要来坐飞机的时候，我的空拍机被海关没收。A little bit complicated.只希望他可以把空白机还我，因为我们现在位在的东非大裂谷这里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在2012年的时候呢，有武装分子在这里挟持了火山那边露营的游客，5个人死亡，2个人被劫持。所以呢，来到这里呢，我们都一定要请军人，而且他们身上都一定要配有 AK-47 的枪。现在这边的费用都超级贵，你知道进来不是只有你而已，我们整个车上可能会有6个人，而且我们不会有地方有 hotel 可以睡觉，我们是露天睡觉，也没有地方洗澡。反正呢，这集会非常精彩，好不好 ？OK， 期待一下吧。3天2夜的行程 ，Go！ 欢迎我们现在车上的贵宾们，这个是我们的 driver Nicole， 哎 ，Nicole and Sintayu and Sasa， hello， yeah， 好了，这个天气真是热到有点超恐怖耶。超热的，炸热的 ，Oh my gosh！好热啊！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他们的城市，就他们的家就是长这样子，用竹子这样搭建起来，好像比部落干净哎。4-3-2 We will lunch. Okay. And then. And then. We will continue. Okay. How long we have to drive?Continue. We will drive for the next 4 hours, one of the very bad roads in the world. Not only in Africa, in Ethiopia, in the world. Show you that, okay? Okay, everyone. Enjoy. Enjoy. Okay, I will. Yeah, I will. Let's go, baby. 中午吃饭的地方在如此可爱的。哇，有海泥根哎！这真的是我待过史上最热的地方，我从来没有热到完全不想说话。怎么可以这么热啊？而且我刚刚问他有没有厕所，他好像也没厕所。等一下还要在那个环境里开4个小时，天哪，真的是地狱。这里是他们的厨房，等一下我们吃的食物从这里来，太棒了。OK， 这是他们晚上睡觉的地方。哦，天啊，这么热天气真的 ，Hello， 怎么会出现了一只可爱 ？Hello cuties， 他们就养了一只，这个感觉好像梅花鹿还是羊 ，OK， Hi， 拜拜，他要带我去尿尿 ，Where is the restroom？Oh my gosh， 各位朋友们，来带你们去看我上厕所的地方，茅坑来喽 ，Thank you。OK， 好恐怖！哦，真的是快吐了，这比我在美国上的都还恐怖哎！为什么大便不搭好一点啊？好了，让我先去尿尿，等一下见。有点又热又有点想吐，
在我们正式吃午餐之前呢，我们先在外面这个地方好好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本集有 Sugar Daddy， 就是我脚上这双鞋鞋。我这次来这边呢，要走一段很长很长的路。如果我们要去那个火山的话，是需要步行的。那我穿我之前那个马丁的话呢，就是脚会不舒服，因为马丁底是硬的。所以呢，我在台湾也带了一双 VTEX 防水鞋。有没有觉得它什么特别之处呢？这是因为它不太会脏脏哟。还好我这次发了限动，然后收到我们 VTEX 的赞助，不然我这整趟旅程呢，花了3500块美金，我真的要爆血了。有这双超级实用的防水鞋陪我到处走到处玩，最后还要陪我度过50度的高温。小象穿这双是最新的 ARC 系列，它不是防泼水哦，是完全防水。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多防水好不好。你看我水倒下来了。重点是各位，我们把鞋子脱掉，我这边全都是干的，它的水完全没有渗透进去啊，欸，超级强，它久穿都不会闷哦，又轻又排汗，穿它出去旅游呢，不管是在什么季节去哪里呢都没问题，就是这一双，只要一双就够咯。很多人都会在意啊，它这个穿久啦或走久了会不会不舒服，大家放心，它有 Q 弹的 EVA 全橡胶鞋底，升级版的人体工学鞋垫，让我们的双脚不管怎样走起来都超舒服。而且小象这双呢是时尚又百搭的白驼色，这个鞋子呢有12个大特性，让一样和小象啊喜欢到处啪啪走的背包客啊还有旅行者外出都不需要烦恼，这完全就是旅行必备的防水神鞋，陪你度过每一个时刻。不管怎样拜托一定要支持赞助小象的 daddy 们好不好，不然我怎么能够完成这些梦想，除了我要有坚强的意志力之外，还要有这些一直支持我的 daddy。 结账时不要忘记输入小象帮帮的专属优惠码 EP88， 直接就打88折。 Anyway， 我们可以开始吃我们的午餐了，看起来还行，而且这里是有人做给我吃的，但是旁边苍蝇多到我有点害怕。蔬菜配上鲔鱼罐头，这蛮好吃的啦。多待个几天，我应该会瘦个5公斤吧，因为其实吃不太下。它煮蛮好吃的啦，好热。现在成员又越来越多了，就是我们的 AK47，然后这个应该是在地的地陪，然后司机。每录一次影，我的 GoPro 都开始燥热起来。最可怜就是后面这位。这个温度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你知道我们6个人根本妈人在烤箱里啊，而且我觉得有点呼吸困难，完全眼神死，一个完全搞不懂为什么我要来这里，下次要把窗户打开的意思啊，那我也要开窗户了。每个人都好淡定哦，每个人都不想说话。要尿好像要在这边尿的感觉。我的车。Everything's okay. So if I want to pee, I need to find a place to pee. This is all the toilet.You can choose whatever you like, and then you can go. 各位，你们知道这风要怎么形容吗？就像是吹风机的风，整个都是热风。他们都去尿尿了，我也要去尿尿了。我要找地方尿尿。好哟，男生怎么可以那么方便啊？鸡鸡掏出来就可以尿了吗？女生还要脱裤子，还要蹲下去，还要擦屁股。啊，好了，不然我在这尿好了，这边看起来尿比较适合。
可以蹲下去不会被看到，就是这里了，我尿尿区域。好啦各位，那我就等一下尿完我告诉你快速带你们抵达营地好不好？ OK 拜拜。哈哈哈哈哈。We have our clothes, our mattresses, okay. Our sheets. Okay. We need to bring down from the car. Okay. And then we will prepare it for you. Okay. And then we will stay next to you. You are not alone, okay? We are with you. Okay, no okay? problem, you no are problem. Safe, okay? Yes, yes, yes. 他们已经开始把我们的东西拿出来了。哇，里面有椅子，有水，有床垫。哦天哪，这么热，给我那个最凉的吧。刚刚好看到帐篷，哇，东西好多哦。哦，我现在在你们面前了，我现在打了个超大光，这边蛮有趣的，而且它连厨房呢都是在里面，但好香哦，这很会煮哎。哇 ，look amazing。You are really good chef. Yeah, oh my gosh,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Yeah, yeah. 那这边是他带来的一些道具，米啊、刀子啊、油啊，哇，全部都自己准备呢，厉害！哇，这里还有咖啡。Coffee, yeah, yeah. Wow, you prepare coffee and tea. Oh, also, wow, chocolate, everything. Also noodles. Wow, you good. 他很努力的在帮我们切，哇 ，that's amazing！ 看这边全部蔬菜什么都有，应有尽有。哦，我多久没吃到是这样子长得漂亮的高丽菜了，各位？哦，长得不是很漂亮啊，其实。你们知道女人吗？还是希望有一个干干净净的脸在睡觉。但我相信我应该没办法在这两天达成这个愿望。我现在愿望越来越简单了，我只想要吃一个 ice cream。他帮我铺床了。不错哦，优秀的，哎，要铺两层哦，哎呦，睡这么高会掉下去呢。OK， I have a Sprite. I bought it yesterday. Where did you get it? Yesterday, because I think maybe today I will miss the Sprite. So I bought it. 现在莎莎要带我们去看他们这边的厕所在哪里，好不好？那我们就去吧。Everything done. That's good. The toilet is really good. 比我今天中午在那边吃饭的好太多。你看他们都全部睡在外面，那裤子还没穿好。那风大到真的是很恐怖，我整个人身体可以戳上好多很多污垢。我们的大厨要把菜放上来了。番茄汤。哎，罗宋汤自己煮太好吃了吧？它是罗宋饭哎、欸。那其实这样我还蛮期待他明天早上煮什么给我们吃哎、欸，应该是有咖啡。各位，这里还有米饭啦、啊，各位，还有 potato and rice。Carrot， I had carrot。Thank you，、oh. Thank you so much。哎，我觉得很细心哎、欸，我竟然有 pillow 哎、欸。而且他们都有帮我套上干净的。When you need anything, you can say. OK. Shasha. Shasha. Wherever I go. Yeah, thank you. Yeah, good night. 欧尼，现在白天的时候比较清楚，知道整个营地长什么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的营地，好不好？在这个环境里面睡上了一整晚，大家都睡在外面，只有我睡在里面而已。这是我史上睡过最痛苦的一晚。我睡过九鹏大沙漠完全没有遮蔽物的情况下，我也睡过洼地路冷到我中间快死掉。为什么这痛苦呢？太热，风大又一堆沙子，那我真的热到我真的没办法睡，好恐怖哦，那太热了，这天气太热了。我能相信他们说睡外面比较好哦，睡里面好热哦，明明就有风，但是我好热哦，我像在烤箱里一样。嗯，我今天晚上决定一定要睡外面。希望你。那我们的大厨已经开始在煮早餐了。
就我们这种从小从都市里长大的人，实在是不习惯呢、啊。而且我连续两三天没办法洗澡，我有办法一天不洗澡啦，两天不洗澡实在，因为我之前在美国住也很多这种哎没办法洗澡啊之类的那种 complaint， 我觉得都还好，因为没这边那么的热这么多年，而且身上超脏，我身上整个脸，不知道我现在脸看起来如何啦。我也不想化妆，我觉得化妆没有什么意义，整个就是脏到不行。各位，我换上我的 wedding dress，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拍起来应该是颇美的啦。Okay, let's go here because the sun is here. That way will be under the shadow, so this place will be better. 那我们来这边吧。今天小象带来的 wedding dress 是红色的，我就特别想说来了这边穿这个 wedding dress 去那个火山拍，但我是不知道方不方便爬到火山去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什么。 You are now at one of the lowest place on earth。 好，我们现在世界上最最最低125低于海平面哦，所以我们这边洼地呢为什么会这么热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比海平面还来得低。我们现在来到呢是火山与硫磺的结合区，所以它们的颜色哎，我们看也特别的黄。这边除了会有硫磺刺鼻味道之外，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好像在地狱里面。你看这个地方，看我们的车在那，我们从那个地方一路到这里来啊。如果我空拍机在的话，哇 ，so beautiful！ 刚刚莎莎说我是第一个带着 wedding dress 来到这的人。I don't think the tourists will bring the wedding dress to there because it'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to wear wedding dress. Really difficult. But you can see my wedding dress is really lightly.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带这种轻婚纱来。谁说女生不能一个人穿着婚纱拍婚纱照啊？各位，我觉得我来到了异世界，超像星际大战里面的场景，这根本就外太空，太恐怖了。这地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的贫瘠的土地。OK， 听听我的脚步声，哈哈，下面都是碎碎的石头、啊、我到底来到什么地方？哇，我们走到一个，哇 OK I will be careful。 哇，That's really cool. 哇，但是要小心耶，这边水都要沸腾的，一不小心，哇哇卡掉。你没有看到它下面都在喷，喷了，喷了。看看这个颜色 ，That is so beautiful. Oh my gosh. 哇，但是这个水看起来好想碰哦，但我怕我手下去整个就毁了。